我下去了啊。喂，快去偷生意！哎，饿死了，肚子饿。OK。吃什么？沙拉。好，沙拉。你好，老师，今天吃什么？好可乐一杯。换汤不换药，沙拉两个热狗。客人全走光了，有这帮家伙在啊，谁还敢上门呢？收拾东西，把车开走。为什么？我们俩来做罗宾汉。好。我妈说打